不要害怕。喊一二，接下来我会慢慢的做，我不要你紧张啊。你怎么听到这句话越来越紧张？老板这么大，有一点紧张。老板，求谢喽，来，来，轻松喽，一、二、三。现在全身痛不痛？哇！哇！胸部变大了吗？变大了。胸部变大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整骨。其实我从很早以前就想要整骨。我对想象中的整骨就是在很传统台湾的那种房间里面。嗯。对，所以有点怕。对啊，我也是有一点怕、啊、对，可是我们找到了装潢比较新的一个店，因为我们来做这么可怕的事情，我觉得干净的环境会让自己放心很多，对，安心感。台湾的整骨在日本人也是很有名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按摩整骨要有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这家店的店门口咯。嗯，我们一姐姐来看看咯。好，那我们这部分的话，今天因为第一次来，我们就稍微写上我们的姓名、出生、电话，还有不舒服的地方。那等一下对于就是诊断的部分会来得比较好一点，需要两位先帮我们换给外衣外裤这样子。等一下在试坐的部分会来得比较轻松。好，噔噔，来，我们这边请。这个床很特别，很怕的感觉，不可怕的感觉。那今天的地方比较不舒服是你的肩膀的地方，那接下来我需要你帮我趴下来，来抬起来，抬最高， OK， 好，抬最高， OK， 哪边比较吃力？嗨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先从右边开始调整，不要害怕，喊一二，来就会痛吗？不会， OK， 好，来一二，声音是很大。为什么你声音也那么大？我第一次碰到。挺不紧呢。挺不紧啊。马上起的感觉吗？不会那么。哦，比较好哎，有感觉吧？来，举高。比较高嘞，刚刚是这个样子而已，现在可以这个样子，有感觉吗？不一样的感觉，不一样的感觉。来，我们 OK 再比赛，接下来我会慢慢的做，我不要你紧张啊。你怎么听到这句话越来越紧张？会有点可怕的感觉。老板这么大，有一点紧张。老板是。正常人的肩膀要很顺的180度往后，你没有办法。是啊。来，来，右边试试看，有一带的感觉。一带，一带，转不过去呢。所以等一下我要先求 C 这边。一、二，求 C 喽。来。天哪，痛什么？痛吗？咕哩咕哩咕哩。咕哩咕哩咕哩。我们往上。比较好呢，还没好，还有很多呢。接下来我要调整你的哪里，你的背部，这个东西会两下就好，会让你比较轻松，但是也有一点点可怕的感觉呢。抱着它，眼睛闭着就好，眼睛闭着很恐怖。来，轻松喽，一、二、三。OK 吗？为什么？有听到巴拉巴拉吗？啊，摸一看。OK， 真不，来就不能杀。多声。有眼泪了，有比较舒服。哦，对呢。但是还没结束。还有呢，今天身体真的很辛苦。抬起来，抬起来，谢谢你。那先检查一下你的肩膀。
颈部的地方，放了肩膀盖，肩膀盖，肩膀，来感觉一下 ，Coco。对对对。哇，所以说真的，你睡得不是很好，都有点点点点点，整个肩膀的压力都很大。我们先是勾勒肩，来，吸，九，放轻松，很好，一、二、三。哎呦！还好吗？哎呦，进去了，对，吓一跳。今天全部都是声音的，现在全身通通感。哇，真的很不一样，胸部的有一点大的感觉。像阿燕，你的脊椎变比较挺，就是所以体态的部分会来得更漂亮。不然说真的，男生女生不一样的部分的话，你们这边负担太大，会变成这个样子。那今天的话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等一下，我就让你先换一个衣服 ，OK？ 好，好，辛苦了，谢谢。感觉怎么样？我今天真的比以前上正常了，感觉不错呢。再站起来一下，哇，胸部变大了，变大了，胸部变大了。这边很轻，很轻。那我们今天的整骨体验就到这边结束喽。